现在大家有概念之后，我们就真的要来玩了。我们这边呢，今天主要跟各位介绍有两个，一个是甲上科技的 Cloud Animator，好处是它有中文，而且这中文叫做正体中文，好吗？没有简体中文，它没有简体中文哦。我很早看到这个服务是没有简体中文的，大部分都是要么就两个有，不然就只有简体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它很赶。好，第二个呢？哎，这个它有两个叫 Animize， 好，那这个有国际版也有简体版，然后这个是单机的，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已经有先请电源中心帮我们安装起来哈，您可以看一下，如果你找我们选单在这里这个地方，你找英文的它叫做这个名称，如果呢你找中文的，你往下走你还会看到一个中文的，有没有看到万彩动画大师？所以我们两个版本都把你装进去。不过呢，现在刚好两个版本在上礼拜都有更新，所以呢，反正你打开它就告诉我新版本。好啊，这个没办法哈，因为人家要更新很快。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啊，其实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在这边其实还有很多国外的这类服务，其实国外的最多了哈，国外比较多。那以 PowerTone 这个算是最元老的，元老级的。最早开始做这种所谓 motion graphics， 这样你线上直接做，那他们的制作方式都雷同，只是因为呢，这些现在不管是云端服务还是单机版，他们都有分所谓的免费方案跟什么付费方案。那一般国际上的这些，通常付那个免费方案，你可以使用的那个图都比较，就是影片啊，都尺寸比较小张一点。那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甲上啦、啊、跟 Animize。这两个就是你可以输出比较大尺寸的，好，可以输出比较大尺寸。那各位呢，你可以先看一下我们在这个地方你手上的那一个哈，但是呢，你那个是旧版本，我这个才是新版本，在这里这个好，你可以从这边点开一下，哎，啊，我连错了，糟糕，是这个，但是超链接是错的，好，我这边开一下。好，复制一下。这边我已经把它改好了哈，所以你待会呢重新连结应该就正确的，会有看到这个。那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。好，老师站到另外一边哈，来你看这里，甲上科技，等一下我们介绍一下，它这个刚有跟各位讲的，就是都会有一些免费方案，也有什么付费方案嘛。那它的免费方案呢，你可以看到哈，当然注册你要收信的哈。第二个就是它每一个时代就好像 PowerPoint 一样，最长是30秒，这样可以接受啊。每一个专案最多15个，这样就多少了？够吧？30乘以15应该够你解释一个东西的哈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一个账号最多5个专案，还有500 mega 的空间。好，看起来不大，但是反正其实还好。你要做一个、两个、三个这几个，应该都还要可以。好，这是在云端的。那你看一下我们的 Animize 这个部分呢，它有所谓的角色，它有8个免费的，所以你可以用。好，那些动画就不少。然后再来就是，它也是类似一个时代的概念，场景就是时代的概念，哈，就投影片的概念，一个专案最多5个。那它里面还有一个比较不一样，就有摄影机的概念。好，摄影机的概念一样有500个，然后你发布的影片这么大，有没有？那它有一个小小的附属音在左上角，好，左上角。那我们这个部分呢 ，Cloud Animator 它的解析度是多少？1920×1080，最大的、最小的就是这么大，它没有别的尺寸，所以做出来就够了吧？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两个哈，先跟大家介绍，我们今天主要会介绍的这个部分。